化来，真能共备醒思素养数位 AI， 然后透过这样的过程产出各种的教学事例，再回到莫恩的这个场次去分享。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子协助现场老师在除了 PCK 本来就是我们莫恩讲师日常之外，我们希望可以帮助现场老师可以更清楚知道好的教学策略透过数位工具可以做到怎么样更好。我们更希望能够协助现场老师可以在教室里面的教学掌握数位，是为了促使 PCK 更好。不要每一节国文课都教成了电脑课，那不是重点，也不是去每一节课都只能用平板播影片，那都必买平板，对，手机就可以播影片啦，是不是？我们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平板只是为了播影片，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现场老师，在这三件事叫做敢用想用、能用会用、选用有用，我们希望能够协助现场老师做到这件事。那六个月下来，从2023一月到现在，我们已经产出了所有学科超过88个有效的教学策略的指引，也超过了134个有效的单一活动的教学策略指引。我们希望在今年9月可以产出至少超过20个每一科的完整的单元课程，希望可以帮助更多老师学习，帮助更多现场的学生可以受惠。